随机一个路人，给他一分钟的时间去挑选所有的肉品，不限金额上限，全部捐到儿童之家。他拿多少我们捐多少，再送他30秒，那他想要任何的东西。你好，你想要捐接或者是跟小孩子有一些互动相处？你们是哪里？我们是一间补习班。孩子需要吃，因为一般人都是会捐干粮、捐面，其实我们需要肉、正常的肉食品，但这个可能一般比较不方便捐。跟我说需要大概多少的量？我们这边大概将近快30人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的。对，要交给我来去处理。你到什么称呼你？我们的机器过掉，嘉宏哥带你飞。嘉宏哥是你人吗？就是我本人。我就忙着交给我。其实他们是不缺米饭的啦，太多人捐米当面的啦。那我们就玩这个游戏好不好？真的假？这么好？真的。走。3、2、1，开始。20秒，太强了！我靠，对吗？这完全没问题。我觉得这应该够他们吃了。30秒，你要选什么？30秒，我们就是继续加购一些生鲜的肉品。儿童之家，对，所以30秒你不用，你全部直接用在这些小孩身上。没错，我要吃的饱，就直接也变一分钟。3、2、1，开始。那么多，我们要送爱心。好，谢谢大哥，追得动吗？这也是真的遇到一个好人。愿意把自己的30秒，那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是你，你这30秒，你会不会去拿你想要的东西？楼上全部都是黄金的，要把这个东西又再继续给小孩，而且他是很拼命的。自己是觉得真的要这样正向。这样总共是5、2、4、8。一般都要点超级啊！这辈子买过最爽一点。我这可以帮忙载一点，我们修理车也是后面都空的。可以吗？那就一起。谢谢。手上这么多好看到，好看到。我带你们上去看一下。大的桌子，因为也是要给30个孩子，因为他们都来自那些受伤的家庭，他们需要智商是。有缺什么就直接跟我讲，我马上就送过来。菜不够，没人跟我讲，我再去把菜全部都送过来。可以感谢天上的云在后面，感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那你觉得做公益是一个什么感觉？很开心啊，就是会有多巴胺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处于这种家庭的。我是跟我妈两个一起长大的小孩，其实家庭是不完整的，从小还是被人瞧不起的，要靠自己的双手变成举手之劳。以后那个儿童之家跟江哥合作，无限提供。